空号吊有五斤肉，脸都打折了，腰也细了。五斤肉都够我吃两顿的来。哎，去去去去，别跟我提吃的，越提越饿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打个嗝我都觉得浪费。大哥，大哥，豆客，你发什么呆啊？是想萝卜丝饼呢，还是要去粉丝汤啊？我在想，那两个女学生怎么又回来了？逃出南京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？就凭着两张纸吗？还听说孟先生被日本人叫出来。一墨，你不担心你老乡好啊？有日本人替他担心呢，以后别在我面前提他。哎呦，还说不担心嘞，待得跟豆蔻一个样子。我是在想，淑娟那孩子肯定难过死。哎呦，你是活菩萨啊你！那小孩恨着你呢。哎，你快点洗吧，回头学生们又要来怪我们，跟我们呢，说我们用他们的关系是。嗯，好了好了，这是老天给的水，他们闹什么呀？宝宝。